全是惊奇赢家，这个仙灵版乐团太强了。一样比个爱心，等一下不要比爱心。前面第一排的飞机大哥，哈林、庾澄庆、娃娃魏如萱、浪他翔以及制作人陈君豪在全新乐团选秀节目《一起听团吧》担任导师，听团大大。四人四色选择乐团的标准很不一样。我喜欢真猛一点，然后赤裸一点，然后简单一点，然后东西单纯的。对，你在讲你自己耶。对，当然物以类聚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物以类聚嘛。我着重在现场的表现力上面。那我一定要长得好看，好看，颜值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哎，我觉得在台上面观众缘很重要，一上台，然后大家就会。也不管唱好不好，就直接爱上他很重要。肤浅的人，那我更肤浅，我就是挑女主唱的。直接赤裸，我这比较简单。脱光光啊！哦，还是你喜欢穿小一点的？小一点的什么？我觉得如果他们穿小一点上台，你就会想要选他。穿少一点上台，有啊，那个脱光光，对啊，他以为他没有麦克风，我们比较好看的，当然会加点。我刚也是选好看，对啊，这大家都选好看了。没有，我觉得音乐还是很重要啊。我要把那个爽字啊贯彻到底。哦，我选团的标准应该是未来性蛮重要的。那吴翔选的。哎，那如果我们四个大大，你想要去写哪一组？哦，我可能还是会选哈林大大这一组。为什么？我脾气不好。因为我们都是狮子座的，对，可能对。啊，还有他有研究狮子座，狮子座反正要不然就是可以两个一起走，要不然会互咬。他现在比较像猫了。感觉不太好。